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现在呢正在庙东老店的这个正照蚵仔煎店里面啊，那这个是张经理非常推荐的蚵仔煎店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要走进去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哪边等我们。哎呀，他们已经来了呀！嗨，张经理，嗨，徐凯，嗨，邱经理。OK， 那我们坐下来吃吧。你们点了吗？你转错面了，你要转哪一面？我一个人吃哦，真的假的？晕倒，他们就我一个人吃啊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这个蚵仔煎一份80元，感觉 CP 值超级高的，超级霹雳无敌，救急无敌，终极无敌大的。里面的话，满满的这个空心菜，还有蛋，还有鹅啊超多的。我有拍那个制作过程，超恶心的多。那一份的价格就是80元，哦，真的 CP 值很高啊，哎呀，不得了。来 ，OK， 那我们先请我们的魔王经理张一婷，天使经理张一婷来开箱，因为这家店呢是他来推荐的。也不用开箱了，因为他就是觉得很好吃，所以他才叫我们就是一定要绕过来这边吃。好，我知道，我先拍你们吃。徐凯他在讲电话，他这个表情很凝重，应该是跟文贤在讲电话。我就知道是跟文贤。哎呀，对哦。哦，我们要回去吃。哦，对不起。好，我知道。跟人讲话是怎样？会得空？没有。OK， 那各位朋友，我就来开动啦。这个就是庙东夜市的这个蚵仔煎，超级无敌霹雳无敌救急无敌终极推荐。